三甲。这是谁啊？空姐。锤这个调音师，做梦呢？二连击不好意思，免皮。走你！为什么要带闪现呢？带这个东西不多好，没那么多屁事。就一个，OK， 这是最后一个。这他妈都没真实啊。咦，哎，爽得很！滑板加速，地窖在这吗？地窖不在这，不死了吗？全是 VIP。早你带这个东西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？真是的，不要带个闪现。哎，我藏了个机器。几天开局运气不错，再也不是那个非洲人了。对，脸上有一个人。别加速啊！不着急，他带了怀表当硬撞。
打到了。你加速，我还怕你不成。没钻头啊！等会儿，这个钻头。现在条纹是戴在怀表啊。Nice， 卡住了。还有一点。这次没来救。我去了。这都行。加速！有点不好打。弟弟在修了，魔术师没有分身了，这边应该在摸人，装一个对应器吧，但我怕距离不够。获得欧皇斩也行。结石，他肯定要躲刀的。结石，还要翻出来。我姐。去放眼望去没有啊。哎，再不给天气要崩了。僵尸崩了。
真的干净。本来就好像是一场回去修，有机会干嘛不打？干嘛不上滑滑梯啊？滑滑梯有机会的。早点给他运气，不就没事了吗？真的是。喂，左边有个天气看见了，等我再拿，打过去去。把佣兵的那个白表骗出来。知道挑战时代回去修了，但没机会回去，没有天气，但没装。他又在修，该过去了，挑战是二广。直接跑了，你可以听见拉锯声音，直接跑。修得动啊，结石没儿子，佣兵要救人，空姐没有用。大电机。就说这个阵容带传送贼好打，还得修。
内部电梯。这大房子很安全啊，没电器啊，没敢抽刀的，这狗贼冲过来压板子。绕一圈，不然他这边要打到我的，还盖我一板。慢点，黄队友，没加速了，死了。接收费了。还不倒，快点中央手电机，忙你修得太快了吧。吃完了，不活的，快点开不动门，直接死啊！过去看一眼，万一……开了，算了。我还想，万一没开，还能捞一下，捞个锤子，开的比谁都快。这次就开启推进器就非常舒服了。这里有个人修电机，看是谁，八层前锋。
没钻头，成功打了，但空姐没有钻头了，有了。nice， 叫你看看 CD。他那很哎，你们在玩蛇？还看，你又拿不到鸟。满脱秒你们双排去啊！我这个区域12分。还好排位倒是挺给面子的。是哦，快点撞！这你都敢翻，爽哎！我听笑王哥哎哎哎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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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满陀了。我日！问题不大。别别别别别！别玩输喽，玩输了那可真的是。救人！膨胀就得死呀！跑得掉吗？还能走十几跤，这球技速度快的呀 ！KG 跟 DG 全给你点没。
奇的锤。哇，这么自信！自信！打着他。还有一台，幽冥不救他吗？应该当你葬了。快点时间，往里打钻了，这不就没事了？幽冥不敢救，回刀斩。
就摸得起来。等了好久了，开局要不要拉锯啊？开局拉锯可能要翻车。看这个屋里面是谁？居然没人修，先吃。哇，崩了！真的玩蛇，的炸裂！至少还有 VIP。弹枪。谁让你看的？小鸟，还是疯。还是疯，那边电击修完了。魔术师过来救，祈祷欧皇斩。美滋滋。回这个分身教的秀。
先翻盘了。黑的结石，你开得动门，我吃屎。他只能救人。来嘛，三个人，2400，快来快来！等第一脚了，急救。太糗了，应该跑这边了。给个机会呀，兄弟！进不去，进不去，进不去，你进不去。